大腸桿菌就是我哋朋友全球嘅科學家都用，而且講緊幾十年都用嘅。E.coli 係一個最平最平嘅方法，幾個鐘就已經可以表達到要嘅蛋白質，最多都係一萬，係一萬代、二萬代去儲一啲嘅唔係好顯眼、唔知我嚟做乜嘅 mutation， 然後去到一個位係需要有用嘅嘢出現，真係 E.coli 要生得咁快先做到。今晚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，我哋一齊嚟睇睇下科學界裏邊一個最有貢獻嘅模特兒。